术课，不是。今天呢，开一个小箱。我要使用反清洗开箱。当，这是什么？新的耳返呐！哇，这盒子都不一样。来，这个新的耳返到了，这耳返非常不错，一金一红。为什么一金一红？而且金色这边是 Y， 然后 C 是红色的，这边是 C， 然后写了个 Dream。这边是 Y， 然后写的 Live。为什么 C 是红色，而且 C 是在右边？因为我把梦想，我的一些关于梦想、关于喜欢的东西，全部会放在我的右边，我的右边右半边。对 ，C cookies，C 摇秤的秤。C dream 嘛 ，dream， 我的 dream 都在这边，这也是我的 dream， 这些。然后 ，Y 就是左边我的生活，意思就是两个都得要，然后也不能，就是光顾着去追梦想，忘记生活，不能光去想要舒适的生活，然后又不去追梦，对吧？所以就这样。有了那个新的耳返，挺好的，不错不错。过两天表演就有新的耳返了。OK， 马上放回去睡一觉，过段时间再起来。